下棋啦。是的，在这段下棋拉的表演当中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瑞光夜市的吉祥物也要在现场跟各位见面了。现场所有的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欢迎哟，巧虎巧虎巧虎，还有 Happy Two Happy Two， 来跟小朋友们跟我们的这个巧虎 Happy Two 还有顽皮豹来握握手。在今天晚上呢，他们会在瑞光夜市里面陪伴大家度过个开心的初一哦，而且呢还可以拍照哦。在这个瑞光夜市哦，我们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吉祥物哦，从初一到初三呢都陪伴大家。各位，看到他可以跟他握握手、拍拍照，在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兔年行大运。下棋啦之后，传统的鼓舞哟。
掌声鼓励，哇，谢谢，有我们这个朱美玲老师。